第34届金曲奖昨16日公布入围名单，其中阿琳、黄丽玲以专辑 Link 入围本届最佳女歌手奖。五度入围的阿琳昨日听到消息后，不顾旁人眼光在卖场开心跳舞。今16日她将影片分享在社群，影片中她戴上口罩，鸭舌帽不断扭动身体，喜悦心情丝毫藏不住，让不少网友们看到后纷纷留言好想帮你伴舞，非你莫属，天生歌后你一定会得奖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这是入围之舞吗？上台拜托请这样跳。演艺圈好友 Ella、 魏如萱、孙盛希、戴爱玲、施蒂柏林都现身留言区朝圣。今年阿琳将与徐佳莹、洪佩瑜、郁可唯、戴佩妮及刘柏辛共同争夺后冠，让粉丝们相当期待。